清楚，位置不好。那里还有只熊猫，看过来，那里有只熊猫，看过来，过来哦。干净啊，这个猫。嗯。啊。它是女孩子。它比较爱干净一点。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拉臭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看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他在玩地面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在刮他的那个地面玩。不过现在这个点，这边感觉像没人一样。爸。啊？你看他的蹭，他的挠痒痒，在蹭他的屁股。你看。他上厕所不带纸。你看他屁股。他在挠痒痒。关东你也在蹭是吧？你看，关东刚也在蹭。啊，你在跟熊猫一样是吧？别这边环境确实好，是吧？看它还在蹭痒呢。